我们是 Hello Nico，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浮游城市里面的荒芜。对，然后这首歌呢在讲说我们在追求一些科技跟发展的同时，我们可能会伤害了我们的环境或者是土地，或者是其他我们所最应该去珍藏的一些东西，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对，所以这首歌就是一个对于追求非常多的物质欲望的一种反省。